今天要分享的是转蛋神奇宝贝皮卡丘造型公仔，总计是六款。然后基本上好像，这个系列是哪个系列啊？这个系列应该是更早之期的，应该不是太阳与月亮篇那种阿罗拉篇的角色啊，还可以看得到图案里面有那个龙妹，那就直接，反正就直接分享介绍这六款的造型。第一个这个应该算是粉红色转蛋，然后里面这一个是这样子，这是恋爱版吧，或者说是应该算恋爱版。前面是这样，上面是这样，侧面是这样，后面是这样，尾巴是软的，但主要还是往旁边翘啊。侧面是这样，脸还不错啦。这第一款粉红色款，再来第二款，这一款应该算是绿色。然后绿色款这一款我觉得就比较普通啊，思考中。侧面是这样，尾巴一样是软的，侧面是这样，大概应该三四公分高啊。下面是这样，这是思考款。然后再来是先开黄色。黄色这一款就这一款我还蛮喜欢的，就睡觉款，沉睡款。侧面是这样，上面是这样，后面是这样。然后这边是下面是平的啦，这是黄色款沉睡款。另外这一款应该算是也算是青绿色。然后这一款就这一款算什么姿势啊？我看不太懂，算是在跟魔讲话吗？前面是这样，注意看他右手在，好像在讲悄悄话。后面是这样，下面是这样，然后一样也是可以站得起来，都没有问题啊。应该说你算讲悄悄话款，然后再来是红色款。红色款这一款，我觉得我也还蛮喜欢的。这一款是就是在吃那种某种应该是寿桃嘛，侧面是这样，然后还没吃啊，准备要吃的点。侧面这样，下面这样，红色款。然后最后这一款是，这一款是戴那个之前那个版本那个帽子。我真的已经搞不太清楚它的种类到底有哪几款。这一款还蛮经典的，戴帽子款。侧面是这样，上面是这样。这个版本是哪个版本啊？要去查一下。总计这个系列总计六款了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考虑。